现在是早上的4:30啊，我实在是难受的受不了了，睡不着了。我也不知道我最近怎么了，我这心脏躺那儿了，我就喘不动气。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海拔是4270啊，还不到比如线啊。我们是昨天从那曲出发往萨普神山出发啊，我是从比如去那曲找的旭日哥汇合，然后又从那曲出来，本来是想在那曲待2天的，但是由于这个口罩问题啊，我们又决定快点从那曲出来。我们是想躲进这个萨普神山里面待一阵子，等到这个问题轻了的时候我们再出来。结果昨天下午4点多从这个那曲出来的啊，往前开了没一会儿，我们就停车找了这么一个地方露营啊。海拔4270，我不知道我最近怎么了，我是高反了吗？我好难受啊。昨天晚上我应该是半夜12:30下的播，然后躺下可能是1点多钟睡着的，然后到现在也就睡了3个小时，我就难受醒了，给我难受醒了，太难受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心脏不舒服，你们知道吗？超级难受那种感觉，比我那天在索县那天早上起来还难受，躺也不是，就躺着怎么躺都不舒服，趴着也不舒服，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我在这个床上已经来回动弹了好久了，太不舒服了，特别特别难受。不行，我又把氧气拿过来吸点氧，我试试。这是高反了吗？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，好难受啊，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，真的。我去年在海拔5000多，海拔4600多、4700都住过，从来都没有这种感觉，这两天是怎么了？你们知道吗？其实我超级困，但凡我能忍我都不想起来，特别冷还。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没隔几天，2-3天已经连续2次了，太遭罪了，简直太遭罪了，难受啊，难受到不行啊。主要是我感觉吸上氧也没什么感觉呀，没有什么舒服的感觉呀，我这该难受还是难受啊。那我要喝点水。哎呀妈呀，水都冰凉。哇，我吸着氧躺一会儿吧，还贼困，你们知道吗？贼困，插着电褥子绷着热宝睡的。自诩的高原一点事儿没有的我，已经连着2天难受了。哎，不行，我要躺下，我要躺会儿，困了。这氧气瓶睡了一宿，这吸点氧，昨晚上舒服多了啊，哇，可给我难受懵了。等着氧气瓶，穿着羽绒服，搂着手机睡了一宿，现在是10:40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咋的了这是？难受死了。然后太热了，把门开开了，这样能舒服一点，超级难受。起来吧，三哥他们都醒了，在那做饭呢，这给我难受的，我的妈呀！起床，哎呀，我这边咋挺好？你睡得挺好，我昨天我差点没死了，你都不知道，我12:30下的播，1点左右睡的，我中间是到4点的时候我就睡不着了，我就难受的，我这心脏突突突的就不行了，
我在床上翻翻来覆去躺了得有半个多小时，后来我实在不行了，我起来了，我起来把氧气拿出来吸了好半天氧，然后困贼困还睡不着，你知道那种感觉，吸了半天氧我又躺下了，躺下吸会氧可能是舒服了，我又睡着了，但睡得也不踏实你知道吧。然后是到早上起来之后看天亮了，哎我试着好多了，我就又睡，是不是睡到刚才吗？哎呦难受死了，差点没死，我人真差点没死了，连着两回了。我那天也是，那天在索县那天也这样。你不叫我呀？哎呦我大半夜的我叫你们干啥呀，我都不知道我咋的了，真的我都不知道我咋的了，我原来从来没有过，从来没这样过，两回了。没休息好的就是这样。两回了，原来从来没有过。那在那时这一天一直没睡好，晚上每天半夜起来就是难受，就昨天晚上睡的。明显的就是氧气要充足很多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那难受啊！死了，差点死了，老难受老难，比在索县那天还难受。我那个葡萄糖，你来喝一个。一会儿喝。现在喝吧，等一会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疯了，真的老难受老难受。你们昨晚没事儿？我昨晚没事儿。前天呢？前天4500呢，昨天才4200呀。我前天晚上没事儿啊，我昨天晚上不行了呀。你是昨天晚上？啥情绪吧引起的？没啥情绪啊。那不能啊，不知道。前天晚上4500那么高，你都没事儿？没事儿，前天晚上，昨天晚上给我难受的。早上起来，我这阵我是舒服了，就晚上给我难受的，难受懵了。那我们今天昨天晚上落叶率不高，海拔4270，全是绿树水什么，这按理说氧气特别充足的地方，可比那曲充足多了。结果给我整高反了。这么这一天天的，唉，今天一会儿起来收拾收拾，准备出发了，往比如县走。唉，买了一个吸氧的抱枕，我的天哪，我再不吸，我觉得我要死了。